我们这些年看到日本江本胜博士做的水实验，他告诉我，做了几乎上百万次的实验，看不到两个图案是相同的。 我告诉他，根本就不可能有相同的。他说：“为什么？念头不一样啊！就是我自己在做实验，我前念跟后念就不一样，怎么可能有相同的呢？同样是一个爱心，前一念的爱心跟后一念的爱心程度上就有差别。” 所以，同样都很美，绝对不会一样。他好像才有一点点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真相，《大乘经》里头讲的透彻，比科学家讲的圆满。 科学家没立心一时，法身菩萨立心一时了，才是真的圆满。